为了未来关怀更加侪弱势学生，国际师资会伫几啊个月筹备了后，捐赠系列健康促进相关器材，来予国立南投特殊教育学校。这器材包括着救护车担架、行李监视器、电子座椅、体重器等等，是大大来提升着学校的硬体设备。以身心障碍为出发点的相关器材，更加是提供学生更加好的健康照护服务。多项的起义摆开，这拢是国际师资会未来捐赠予国立南投特殊学校的健康促进相关器材。唔，那是希望提升着学校的硬体设备，更是期待教育捐赠一些抛砖引玉，让更加侪人会当来关心着这点囡仔健康。有这个荣幸来捐赠我们一些设备给我们的南投特教啊，在这边也借着这个机会抛砖引玉。虽然说一点点东西，但是借这个机会也当好跟社会人士还有其他社团的一个分享，好也当来过来打问这个南投特教个道上岗啊，好南投特教这些身心障碍者能够就是走出社会的阴霾，跟我们这个社会的团体再做一个结合。国立南投特殊学校内底有一部分是行动不便需要挖靠轮椅来行动的学生，即个首队捐赠内底大多数拢是以身心障碍为出发点的乐器，因此唔那是学生会当更加方便来使用，也会当多多来提升着学生伫照顾方面的方便性。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获得我们国际师资会捐赠相当多的一些这个医疗的器材。好，南投特教的孩子们，其中呢，其实有将近20%的是行动不便。必须要乘坐轮椅的哈，那像这样的一个电子式的体重计呢，确实能够带给孩子们在健康照护上能够更顺利的而且安全的去进行每年的健康检查。未来学生也会好好使用这些器材，不但是在学生方面，其实期待就有健康促进活动，帮助着所有的家长共同来行动。那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捐赠，学生的身体照护上能够更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那也进一步协助到我们的家长哈。更具有我们这个健康生活的概念。就有关键和社会爱心一走的有些学生心上达到新的循环，也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温暖和爱。记者李伟定长报道。